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Take a Look， 我是 Yuki。你想要减肥吗？你想要有完美的人鱼线吗？今天 Yuki 要为你带来的 Nike Training Cut， 赶快跟着老师动子动。你可曾想过，如果知名网球明星莎拉波娃可以免费当你的私人教练，那不知道该有多好啊！ Nike Training Club 呢，就是结合运动菜单、音乐、语音以及社群等元素，邀请到了专业的运动员呢，拍摄示范影片，教导你如何正确运动，就像请了一个私人教练在你旁边指导哦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首先呢，可以建议大家呢先申请账号成为会员，因为之后呢你的运动都会通通有记录哦。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，它总共有分为像是瘦身、塑形、增加肌力以及局部运动等等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那在每一个大项当中呢，又有分成三个项目，像是给初学者、中级以及进阶者。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每个训练课程呢，它都有写上它的时间，然后像是还可以写上，如果呢做完这个动作会消耗多少的卡路里。那在下方的话呢，就可以选择有客制化的锻炼内容，你可以选择呢哪些动作呢是你比较想要加强的话，你就可以选择，然后并且做编辑。那如果有自己私人的像是运动的音乐的话呢，也可以从你的手机或是通讯软体当中选择你要的音乐。好 ，Let's work up。好，来。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专业的运动选手呢来做最正确的示范。然后呢，这个意识呢就是叫请你呢在利用两分钟的时间呢来做这个动作。你看它是不是有计时啊？对，好，没关系。为了时间呢，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那比如说呢，像是你对于这个，你可以来增加你的比如说评价之类的，像如果你觉得这个动作非常棒的话，那你就可以给它五颗星。然后呢，这边的话呢，还有写了清清楚楚，像是比如说今天来做了什么运动，然后呢做了多久的时间。所以呢 ，Nike Training Club 等于是一个你的私人教练，把所有呢你要运动该注意的地方呢都写得非常清楚。那刚刚有提过，如果想要莎拉波娃陪你做运动，要在哪里找呢？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局部运动。这里呢邀请了好多不同的运动明星呢来教导你如何做正确的姿势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像是莎拉波娃，噔噔，你可以看到呢，它除了有动态的影片之外呢，还有静态的照片。你可以看到它的分解动作呢来做运动。那如果呢朋友想要看动态的影片的话，直接点这个 video 下载就可以咯。Nike Training Club 还有为使用者规划为期4周的课程，同时呢，也可以结合 Nike 的另外一项 App 叫做 Nike Running 呢，完整的记录你的运动进度。相信呢，只要持之以恒呢，要有曼妙的身材，绝对不是梦哦。这就是我们今天以上的介绍，影片下方有连接，可以连接到我们的 Facebook、Google Plus 以及 Take a Look 的网站，记得帮我们按赞以及多多分享，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我是 Yuki， 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